学姐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用吗？你弄脏我制服，又害我出糗。啊？我没有。你没有才怪。去一下厕所。张如，课本拿出来，上课了。王雨婷，上课了。这话都哭成这样了，你干嘛还坚持救他啊？说了你也不懂啦。我怎么不懂？新来的那个社员，受不了你耶！干嘛？一包嘛，这次就一包就够。爱你哦。Thank you.
刚那个记录一下。若宁，我跟你说，小麦学姐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我。什么？她说我可以帮对象加油啊，等于我是对象的啦啦队。那很棒啊。哎呦，一直绑不好。你过来。首先，这一条绕一圈，然后再重复一样的动作。这样就好了。走了。嗯。练习。帮我们登记入社。觉得无聊吗？有一点。我来跟你打一场。哇，队长要出手了！快快快！队长，你加油！队长。既然加入跆拳社，就好好练习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还不错，谢谢学姐。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跆拳社的事情都是小曼让我在打理。我叫林敬晨，也可以说是这里的地下队长。学姐好，我是张若宁。章鱼的章啊，宋敏，欢迎加入我们。谢学姐，是章子怡的章。请问你们有没有草莓蛋糕？都卖完喽。那有没有草莓泡芙？也卖完了。我们就没有草莓啦。他的手机正在社办桌的右边第三个抽屉。要吃什么？帮你点。那我要一杯奶昔，一个辣薯，一个汉堡，还有甜点。巧克力三对，你怎么了？要管我？嗨，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？东西？嗯，什么？若宁，
拜。旭旭，你怎么会在这？喝咖啡啊。他来喝咖啡。纳尼？